大家好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今儿给大家做个虎皮鸡蛋。首先我们准备鸡蛋20个，这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鸡蛋煮熟。准备一盆凉水，鸡蛋煮熟之后直接放到凉水盆里边，一会儿剥起来就会非常爽。鸡蛋剥好之后，用刀在上边轻轻的拉上3刀。接下来我们准备葱姜蒜，起锅倒油，油一定要宽，把油烧到6成热，就是筷子伸进去，筷子周围疯狂冒小泡，下鸡蛋，油炸。炸的过程，鸡蛋表面的蛋白就会皱起来起皮儿，炸成这个样子就可以出锅了。把它油抖了哈，加豆瓣酱，炒葱油，下葱姜蒜，鸡蛋下进来翻炒，开瓶啤酒，倒完。怎么都不会少的蚝油、生抽、白糖，搅拌均匀，加盖炖制，汤汁差不多收干，最后再加一点水淀粉勾芡。现在看这个色泽诱人，味道非常猛，皮儿很有嚼头，里边反正非常入味，棒灵。今天的视频。